菜单先来再送菜，这菜摆的好丑哦。你的脸怎么了？麻烦跟他讲，我是甜点达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手上我会留情，跟嘴笑我不会留情。OK，就是很普通了，跟自助餐的。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先来的吧。先来，为什么他们先？他们的菜先来。最后来的那一桌已经在拌饭来了。那一桌不好搞，是去告状了。